买钻石要买什么形状的？圆的、方的、心形的、马眼的、水滴的，哎，你要先买哪一种？如果让你先选，你比如你只有一笔钱，圆的，那你要买哪一种？圆的，圆的啊。第二种呢？啊，那我就心形好了。然后接着水滴。水滴好，马眼，马眼，最后我才选方的。啊，才没选方的啊。哎，你这个是很有概念哦，真的假的？考不倒你哦，真的假的？这个很厉害，你有没有违背良心讲话啊？是这个选择钻石本来就是用这种的逻辑在这个思考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颗钻石的原石，这个切割的这个设计师，他第一个要求是圆形的。如果他找不出一个大的圆形的，他可能会找一个心形的。是不是我真的像老师说的都猜对了？都猜对，有很多是猜的成分。我们先从第五名来揭晓，好不好？好。钻石呢，如果用形状来看，到底最后选择公主型方钻，公主型啊，公主方钻还分公主皇后的、啊。公主方的话就是它叫正方，然后呢它的切割面比较多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很正的方嘛，公主方。这就是公主型方，是公主，它是明亮型切割啊。这是公主型方，漂亮。这颗方钻啊。是5.01克拉哈，1 VVS2，现在外面市价850万以上啊，一样的克拉数哈，一样的品质啊，方形是最后的选择，对吧？对对，来看第四名，第四名是什么呢？祖母绿型切割，那就是比较像。这个就是祖母绿型的切割。祖母绿传统都是这样切割嘛。祖母绿的切割。但是钻石如果这样切割，其实不是最优的选择。钻石做这种切割，它的亮光就是光彩比较弱一点，因为它的切割面比较少。好，来第三名，来，整形的或者是马眼型的哈。这颗马眼钻呢，大概2.11克拉。ES1 市价大概80万左右吧。好，这是马眼型。马眼型是马眼型是第三种受欢迎的。好，第二种受欢迎是什么型呢？第二种受欢迎的，来，哇，心型或者是梨形啊。我们今天带一个心型的给大家看。这就是心型切割。心型哦，这颗心型都很大哦，好美。它是金钻啊，10克拉啊。有 GIA 证书，大概市价在1500万这个在第一名当然就是第一名就是圆钻，永远不败款永远不会败的啊。圆钻3.21克拉，1 VVS1，全美三个 S 的这个市价要500万。好，你看3克拉就500万。如果不考虑钻石的克拉数、净度、品质是纯粹就形状来看，最优的选择是圆钻。圆钻，其次是心形或梨形是，接着是马眼型，然后祖母绿型切割，还有公主方。公主方，好，观众朋友，你选对了吗？你们排队了吗？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